订阅金发哥，带你开箱更多玩具。如果你还不知道我是拍什么类型的影片的话呢，记得去我的频道看看吧。今天我要来开箱的东西呢，就是这一个啦，哇，这个第二款的英雄永像。如果说我的第一款英雄永像并非是我自己喜欢的，只是因为亲戚送啊，那么呢，这一款第二款的英雄永像就是我真正意义上看到想买才会买的这个英雄永像啦，啊，那就是 Gaia 的至高形态 Ultraman Gaia Supreme Purge Supreme Purge 啊，至高状态，就是25周年的这个啦，也不算限定啊，只是多了一个。TDG 25周年，嗯，就刚刚给我瞄到有一盒啦，这个是现场买的哈，所以呢，你们看到这个包装有一点烂烂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哎呀，寄到来这里卖呢，啊，肯定那个包装会受损哦，所以这种一点点的凹陷是不用管它的啦，反正里面的玩具是不会伤到就可以啦，嗯，首先生看这个上面呢。这个上面这个我感觉没有黑暗特利迦的包装美啦，啊，记得请我看我的那个影片啦，我就不拿出来啦。这是有一个主题 Ultraman Gaia，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呀，应该是限定吧，嗯，啊，然后呢，这个上面呢是我印着这个 Gaia 至高的，应该是模型啦，这个照片，啊，然后是写 Ultraman Gaia TDG 25周年，嗯，英雄影像，这个是黄金色的了。Ultraman Gaia 英雄永像，盖亚奥特曼至高型只有一种啊，这就少了一个 A 在这边，啊，蓝色 Bandai， 哇，看这一项呢，啊，这一项我真看到很肥耶，那个盖亚至高，不过这个脸有点，嗯，不一样去了啊，不过看这一边就比较美一点了，就比较有原本的皮套感啊，脸也比较帅一点，帅。
啊，这个仿造图的这个异色吧，你看我这个至少不会吗？这是原本黑黑的，可是它到这里这样子的，怪了的呢，黑黑的，这边一点，不过这个最明显的这个金色，就跟这个一样呢，这个计时器，你看歪歪的呢，计时器歪歪的，哎呀，不过幸好这里看不到了，它这个只是超级大的放大镜放出来的，显微镜拍的吧。就可惜他的这个脸部呢，没有像这个这样还原了，他不一样去感觉，就是跟这个不，哎呦，或者是这样子的脸，现在这样看又还 OK 嘞，就是讲这个包装的脸就反而又不像去，不知道怎么的，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比较像，这个比较不像，现在越看这个越像哦，这个越不像去，不管怎么样啦，反正。管他的，反正是正版的那个，你看这个班带的那个。那好啦，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我本来的计划是想说买盖亚 VE 跟阿古茹 VE，结果现在看到盖亚志高还不用紧，我有可能不会买。但是我看到这个25周年，我之后就二话不说直接买了，就算它包装有一点烂啊，所以呢，我计划要再改啦。本来说 V2 阿古茹我是不要买的，但是为了这一个至高盖亚站在一起呢，阿古茹 V2 我还是一定会要买的，毕竟要跟这一个盖亚至高站在一起嘛，就是跟那个 TV 罚站的那个位置一样。不要问我为什么是阿古茹 V2 不是阿古茹至高吗？至于盖亚 V1 呢，我要买是要买的，就是要慢慢考虑咯，只是阿古茹 V1 的话，我一定会买的啦，毕竟我的那个投票我都放出去了哈。那个你们没有去投的，去看一下了哈。喜欢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订阅了，不要忘记得帮小铃铛。也记得不要忘记去我以往的看一下影片看看哦。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对了，我的箱子，我的箱子掉下去。